进入四月，南京林业大学的网红樱花已经下架。樱花季是短暂的，但该校化学工程学院的学生们创造性的以校园美景为香料，调制出了四季味道，把春夏秋冬的美装进瓶子里。该校化学工程学院教授朱凯长期从事精细化工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。一次午后的春日闲游，让他萌生了以校园美景为香料，调制校园特色香水的想法。南宁四季非常有特色，比如春天的樱花，还有桃花；夏天呢，这个校园的金合欢；秋天的呢，主要是这个满园的这个桂花的这个飘香；冬天呢，就是腊梅。我们就把这个四季浓缩到这个我们呢小小的这个香水瓶中，就研制了南宁的味道。朱凯称，为了让香水散发出樱花的香味，他以西西里岛柠檬叶、绿色紫丁香做前调。中调则调和了紫藤、蜜桃花、红牡丹、樱花等校园里栽植的特色花卉，尾调调上黎巴嫩白西洋杉、甜麝香和琥珀等进行调制。我们南宁的樱花非常的漂亮，也是我们学校的呢最亮丽的呢这么一张呢这个名片。但是樱花呢季非常短，就是一两个星期花呢就谢了。我后来就想把樱花的这么一种浪漫，这么一种呢美好保留下来，调制成南宁春香水。朱凯和团队成员还为这款香水赋诗一首，在盒子上面呢写了几行字：在南宁，我们共沐一片阳光，这里的点点滴滴都化作了香香美美的故事，常回家看看。初试成功后，朱凯携手因为有你学生创业团队进一步改进香水的配方，以其气味清新沁人，留香更加持久，从单纯的南宁春延展到春夏秋冬全系列。里面呢还配了一张香片，香片上的图案也是根据我们南京林业大学的樱花大道设计的，是可以试闻到这个香水的味道，储存了很多我们南宁的经典元素，也能捕捉到很多我们南宁的回忆。希望可以带着我们的樱花，带着我们的校园元素，带它走向世界各地。